要不然我帮你去跟他说。贺总，你来有什么事啊？手环呢？ 这儿呢？样品测试需要一直佩戴着，佩戴员必须要做到认真、专业和负责才对。你让我戴我就戴啊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的话，你可以走了。这是谁？这是我，我为什么告诉你啊？您就是贺总吗？ 你好，我叫宁峰，已阅的师兄。你好，谢谢你送我未婚妻回来。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，你是小宝的妈咪，不能跟其他男人随意走得太近。我说过了，我不会跟你结婚。注意形象，不说第二遍。哎，你这，你看看，自以为是，霸道蛮横，乖叔叔。